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最近通过这个正式命名哦，这个597966小行星叫做赖和，这是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的名字。那么今天赖和基金会举办发表会，缅怀他对台湾的卓越贡献。受邀出席的准总统赖清德说，未来他就任总统后会学习赖和的精神，捍卫台湾民主，也让台湾成为世界民主的 MVP。在准总统赖清德见证下，中央大学致赠小行星铭版给赖和家属和基金会留念。仔细看天文图上这颗小行星编号597966，名字就是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的音译。在未来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，成千上万的闪闪发亮的星星，有来自台湾的光芒。人一怎么样尽他的心力在照顾贫穷的民众。这颗小行星在2008年1月12号由中央大学鹿林天文台发现，大小约1.9公里，绕行太阳一圈需要3.61年的时间。为了感念赖和在台湾文坛不可磨灭的贡献，特别用他的名字来命名。现在有一颗星星叫做赖和，如果他的灵魂会投射在这个赖和的这个星星上面，他必定会用他的人道关怀的精神来庇佑世间，悲天悯人，尤其特别关注到社会底层的人的心声，也是对我们旧社会的体制的批判，也相当的着力在那里。实际上，以台湾著名人物替小行星命名，过去就有先例，从作家、政治家、作曲家，通通都有。亚洲天王周杰伦也榜上有名，还有善心卖菜阿嬷陈树菊，名字也登上宇宙。更有林书豪粉丝特地以他的名字命名纪念。这回赖清德亲自出席赖和小行星命名记者会，意义非凡。520上任之后，我也会向赖和学习，不仅仅会照顾弱势的民众，也让台湾成为世界的民主的 MVP。赖和一生行医，更把生命贡献给台湾文学和社会运动。如今有小行星用他名字命名，也象征坚毅公益精神在天空不断闪耀。记者夏君成、黄欣采访报道。